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南部来开讲，我是孔阿文。今天要和乡亲做伙来关心咱所吃的物件，这安全加健康的问题。我们以前都觉得说，香肠、腊肉这些啊，不要常吃啊，因为担心里面会有一些硝酸盐的制品，然后吃到肚子里面呢，就担心经过有一些的这个细菌啊、分泌啊、化学变化，变成有一些的致癌物。我们都知道这些概念，所以很多人都啊，看卖假安全的，虽然这安全这种物件是真好吃，但是呢，其实呢，现在是说在我们的蔬菜，特别是叶菜类里面了，居然含有高量的这个硝酸盐，这些可能会让人家说很吃惊。哎，原来我是因为这个要吃蔬菜吃健康，怎么我会吃进这么多的这个硝酸盐？那同样在吃过量的硝酸盐，一样对我们的身体有所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是说哈，我们来担心说。加蔬菜，大概除了担心农药之外，其实还有硝酸盐的问题。但是呢，该怎么吃？该怎么买？该怎么把这些菜洗干净，然后让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首先，我的左手边第一位是主妇联盟，合作社的监事刘秀雀刘监事。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接下来介绍的是中兴大学土壤环境科学系的副教授黄玉明黄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来宾是大冈山社区医疗群的执行长王宏玉王医师。各位观众晚安，大家好。最后要介绍的是高雄农种营养室的主任李义川李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然后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其实关于这个硝酸盐这些问题啊，政府大概就只有针对这些肉类制品，它有做一些管制啊，政府管肉不管菜。但实际上呢，我们人所吃的80%的这个硝酸盐，竟然是从蔬菜来的，到底是为什么？而且根据主妇联盟调查，台湾的每一种叶菜类几乎都有硝酸盐。我们先来看一段，必须啊。很多民众都知道腊肉、香肠制品含有硝酸盐，但却不知道蔬菜也含有硝酸盐，而且叶菜类的硝酸盐含量经常高于肉类，甚至占国人每日硝酸盐的摄取量80%以上。青江菜它的含量蛮高的，就菠菜或者小白菜它的含量都还蛮高的，所以如果是说我们的一般的民众的饮食习惯就会比较喜欢这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可能不自觉的就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根据主妇联盟所做的调查发现，台湾几乎每一种叶菜都含有硝酸盐，而硝酸盐主要是来自氮肥，不少农民为了抢快收成会大量的使用氮肥来加速蔬菜的生长，但如果氮肥过量加上日照不足，过多的硝酸盐就会累积在叶片上，不仅影响蔬菜的品质，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如果说给太多这个氮肥，那植物吸收太多氮肥，那硝酸钛氮累积太高，其实它也会得病的。学者呼吁政府应该辅导农民不要过量的使用氮肥，一方面可以减少肥料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及对人体的伤害。另外也建议消费者不要只吃绿色的蔬菜，也要多元摄取红萝卜等其他颜色的蔬果。另外，蔬菜必须洗干净以后再吃，尽量不要吃剩菜，吃不完也要放进冰箱，这样才可以避免硝酸盐对身体的危害。好，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硝酸盐啊，这个物质啊，到底对于我们的人体啊有什么危害？像那这些蔬菜来宾，我讲你这硝酸盐啊，假如又把豆料哦，哎，有什么变化哈？来，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它会影响血液的带氧的功能。好，它从吃进去开始呢，来进去呢，如果说它可能会影响到血液的带氧功能，那特别是对于婴儿，还有这孕妇，还有一些肠胃炎的病患。那另外呢，在所谓的致癌的这个可能性，它可以经过咀嚼之后，它就开始变成亚硝酸盐。那如果说是药品，或者说你又吃了一些海产类一些含氨的这些物品，很可能它会再变成的亚硝酸胺那这就是一些致癌的这个物质，对不对？好，那个李主任，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您再跟我们做更详细的说明。哦，是的。那我们在探讨这个硝酸盐的问题之前，虽然它过去一直提起来它的一些危害，然后就刚主持人所讲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要各位观众特别注意，就是说吃蔬果它的利大于弊，所以天蔬果及酒，这是卫生署的政策，这是一个好的政策哈。我们一定就是说不要因为这来影响嘛哈。那当然是一个那个这量的问题啦，有东西就是后面一个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常常问说，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为什么大家都要长成大树，不要小树？
啊，可是根据联合国农粮署的规定，大树跟小树是应该插在泥土里。嗯，好，啊，有人又问说，哎，疏解跟纯解插在哪里？有人说插一个字就是不是疏解，插一个字就不是纯解。嗯，可是根据我们的健康教育告诉我们，疏解跟纯解是插在屁股。嗯，好，啊，基本上这概念到底要插在哪里？这个硝酸盐、亚硝酸盐跟那个亚硝酸胺，嗯，大家观众朋友你要搞清楚它们到底插在哪里。对，好，因为硝酸盐就是我们植物要吃氮肥嘛，嗯，所以它成长它会产生硝酸盐。那吃到食物里面来的时候，跟我的唾液、我的胃酸就把它分解成亚硝酸盐。好，那亚硝酸盐如果我们不是常讲吗？你如果吃香肠，不要跟羊肉多这些混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下哈，亚硝酸跟胺类有可能就产生亚硝胺，啊，那是已经知道，就是说比较可能致癌物质或致基因突变物质，啊，这是观念可能要厘清的部分哈。嗯哼哼，如果说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请教这个刘监事，为什么？因为这个新闻一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过去我们都知道，看卖。那个老大人讲啊，烟尘啊，什么会什么观念，大家观念都有进步了。就是说烟尘啊、腊肉啦、啊、这些，因为都需要那个硝酸盐的这些制品，大概看卖价。但是没想到，为什么蔬菜里面，因为是要氮肥嘛，好，特别是叶菜类的，居然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硝酸盐在里头。而且，根据了解，台湾的这些硝酸盐，特别是叶菜类的硝酸盐，含量都是超标的。嗯哼，它的含量超标，可能就是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谈过，就是说，氮肥可能释放的太多。那其实今天我们主妇联盟为了这个硝酸盐这件事情，重要的是想要让这块土地的健康，我们的着手是在土地的健康，我们的目的是在于地球上，我们能够让这个地球能够去滋润它。嗯，那为了这块土地，我们来管控硝酸盐的话，那就是管控氮肥的施用。那这个氮肥的施用呢，就是要像我们的生产者，我们就去指导他说，那个怎么指导他怎么去调整他的土壤的那个肥料的养分到大概要多少，嗯，那么不要过量。好，那基于这个目前的农民可能他是迷失在那个肥料之中，就是说放多少肥，嗯，啊营养如何，嗯，啊所以也大到很漂亮，好，打个底基的名师来对，所以哈，就是因为氮肥在作怪这样。所以黄教授，因为您也就是这个土壤师作专家哦，所以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叶菜类，它在硝酸盐的这一部分真的含量会比较高？我想我分几个方向来说了哈。嗯，蔬菜就像我们一般种在旱地的这些蔬菜哈，那它本身就比较喜欢吸收硝酸根哈，硝酸太。那它为什么要吸收硝酸太氮？因为如果它不吸收硝酸太氮的话呢，它对钾、对钙、对镁这些的吸收就会受抑制，嗯，所以呢，它也是为了它的那个生理的功能，所以呢，它就要有这个吸收这个硝酸太氮。那我们来看哈，比如说像种在酸性土壤，像茶叶，那茶叶在硝那个种在极酸性的土壤，所以呢，它本身。在它的天然条件下没有硝酸太氮，啊，或者说很低，所以呢，像茶叶呢，它的那个吸收的那个胺太氮就比较多，那它就比较不会吸收硝酸太氮。那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哎，茶叶的钾含量就比较低，啊，这个就是说植物它不一样。那另外比如说豆科好了，豆科它本身是固氮菌去固氮，那就不用施这种。所谓什么硝酸太氮或者氨太氮，所以呢，豆科它的本身的这个我们吃的这个豆荚什么，它的硝酸太氮浓度就很低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哈，哦，要稍微知道哈，哦。那就像水稻也是一样，还有呢，像茭白笋啊，哦，这个硝酸太氮都很低的。另外，比如说我们讲空心菜好了，空心菜呢，有的是种在陆地的，有的是种在水里面，那种在水里面呢，它就没有。环境吸收那个硝酸太氮，所以呢它就比较低。好，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植物本身的那个栽种的方式哈，哦，去选择。好，哦，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我也建议大家哈，哦，也可以去看，因为啊，像2010年哈，哦，去年民国99年，那个英国的那个医学的那个研究哈，哦，他们那个几个医师的那个结论哈，哦，他就是说其实哈。哦我们
一般吸收硝酸太氮，我们人体吸收硝酸太氮是对人体有很多有用的功能，唯一他们讲的就是说对食道的那个就是有病变的人，他比较需要去注意说不能吸收太多的硝酸太氮，不然的话呢，他们是觉得说硝酸太氮其实是对很多那个人体的那个益处其实是蛮多的。是这样子，虽然是说它从这个正面表列可能也有一些的益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刚才我们回头告诉，因为营养的部分，那实际上真的是对人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想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啊。那我们先回到题目来。我们为什么会怕这些东西？那我是觉得说亚硝酸盐如果多了，对我们人体可能会有伤害，可以分三方面。第一就是说，我们前一阵子南投说有人吃了菜汁，吃了一些蔬菜以后就中毒了。我们那时候有人怀疑是不是亚硝酸盐中毒。对。那我们的蔬菜里面都有亚硝酸盐，那过久了，硝酸盐过久了，它会分解成亚硝酸盐。那亚硝酸盐太多的话，因为它是个强的氧化剂，它会让我们的红血球的血红蛋白，它会带了很多铁，它就没有办法吸到我们的氧气，那这样它会造成我们等于中毒，会花干。所以通常我们的血液里面大概只有2%、3%，但是有些小孩子的话，他如果吃了很多这种菜，尤其放久了，或是说小孩子体积很小，或是说像南投那个刚才怀疑是说吃了很多的硝酸亚硝酸盐，那这样子可能就是它会剥夺我们红血球的功能，这是第一点，就是中毒。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李主任讲的亚硝酸盐加氨，那氨的话就是鱿鱼啦、秋刀鱼啦、养乐多那些都有一些氨。那你如果再吃一些亚硝酸盐的食物，像说什么火腿啊那些东西，综合了以后，它变成亚硝酸胺，那是一个强的致癌物。那个致癌物大部分都会造成胃癌、食道癌、肝癌。那这些癌症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严重的病。那第三个它的缺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太多有人，包括说会造成基因突变，所以就是说刚才教授说一点就需要，但是就是不能太多。那我们国内，因为我们医生大概比较不清楚，可能主任比较清楚，是不是说因为我们种蔬菜，那所以就是说太多肥料了，引起的亚硝酸引起的硝酸盐比较多这样。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很多比如说比如说因为一般的这个家庭主妇或者大家买菜哦，或者说很多人在大卖场买菜，老实说并不太会分到这么的细，就是说哎，看那样子好像还不错，或者说有一些买卖当中有一些的信任度嘛，那就会买了，但是实际上大概都不会考虑到有硝酸盐这个问题，甚至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买有机的应该比较好，哎，可是你要注意有机的是不是一样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个刘监事好，那有机的部分可能应该在氮肥，其实不管它是惯性农法或者是有机，其实硝酸盐都有可能过高，因为他们喜欢用那个氮肥嘛。那基本上就是氮肥为什么呢？尤其是他们是网式或者是棚架的，那么它的光合作用不够，所以呢就会造成硝酸盐过高。如果说是这样子，比如说这大家都是要施肥，那像一般的话，如果不是有机，因为有机目前大概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一个栽种嘛，就是一般的栽种。王老师，我们要请问的是不是我们一般农民那个到底施肥的这个肥料是不是放太多了？大家又常常哀哀叫说，这肥料起价真的是有够惊人，然后政府爱补助也无买这肥料，这钱真的不够。但是呢，照你们的角度，我们刚才聊一下，你又觉得大家的肥料太多，那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因果关系怎么看？好，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易回答了哈。不过我们就来看哈，我举一个例啦哈，一颗很大的，比如说3公斤的这个高丽菜哈，其实它吸收的氮差不多2克到2.5克而已。那所以呢，我们顶多施5克给它就够了。但是呢，我们农民常常就是施太多。好，那其实呢，氮肥适当的氮肥哈。给它的话呢，植物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如果是那个氮肥不够的话呢，植物是很容易得病的。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几位那个演讲者也都讲到，就是适当的话呢都是好的。好，那我们来看说，我们一般哈，我们那个蔬菜会不会太多了，吃的太多会不会造成吃的硝酸根太多了哈？我们举那个英国在民国89年有一篇报告哈，他们研究那个
素食者，他们研究素食者跟非素食者，结果呢他们研究呢平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讲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它的建议量是每天啊，每天差不多219毫克，但是呢他们的研究就是说素食者完全都是吃这个素食的，他们平均呢才83毫克，好，所以呢在正常的施用下呢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农粮署他也做过了这个调查啊，那跟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些蔬菜的这些硝酸根的浓度跟欧洲的来比，其实差异不大，是很相近的。如果我们也要提出一个疑问哦，其实这个硝酸盐的问题呢，主妇联盟大概每一年呢、啊，大概都有固定的时间呢、啊，他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抽查。那不仅他们跟农友合作，自己本身的有这样的一个检验，那他们常常会到这个市面上的超市跟大卖场里去抽样这些哦。那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啊，每次农委会大概就是一纸声明说啊，没有这件事，绝对没有超标。但是我们想说，如果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反驳，那为什么主妇联盟，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环保团体，他每一年都是这样讲，每一年都是这样讲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把强力的把主妇联盟的这个论点给轰回去？为什么？好，我想哈、哦，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农粮署或者农委会来回答了，照讲应该是卫生署的问题啊。哦，因为卫生署如果说对这个所谓硝酸根对人体的健康的问题，他们有去好好的这个说明的话，那以农委会的这些农业专家的这个技术呢，是可以配合如何的这个让这些耕作的技术呢，让我们的那个硝酸太大能够达到它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我其实这几年我真的很感谢那个主妇联盟哈，他们一直希望农民就是尽量在合理的范围施用氮肥，这样的话呢大家才比较健康。好，那其实最重要就像欧洲现在他强调的就是说对环境的保护更重要。好，所以呢我想大家真的一般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安全的。嗯哼，但是我们也讲实话了，就是说不管是有机跟或是一般的耕种，老师说其实都需要用到氮肥，但是你知道氮肥按照老师讲的说，你如果氮肥用的少，其实它又是长得慢，对不对？那大家其实农民也要生活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多弄一点氮肥它可以长得快一点还长得美一点。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谁该去做宣导让大家，但是过多的氮肥大概采配料碎碎，大概又把豆都不会点好啊。这个问题哈、哦，我想讲这个问题哈，也许会得罪一些人哈、嗯，但是呢，我觉得不得不讲。我们来看哈、嗯，那个卖农药的话，一定要考证照，嗯，但是呢，卖肥料呢，不必考证照。那我常常，我们很多那个讲席，也有很多卖肥料、卖农药的业者，我常常都跟卖农药的业者说，你们要有良心，因为呢，你如果说肥料施用太多，造成养分不平衡，他就容易得病，容易得病呢、啊，就像这个这样子，养分不平衡呢、啊，就真的容易得病。然后呢，植物容易得病会怎样？农药就用多了。嗯，好、哦，那其实呢，我们如果说适当的这个施肥的话，它是不会得病的。也就是说，适当施肥的话，它就不必用农药。那这样的话呢，到底谁得利？是不是农民得利？我们消费者得利？但是如果说我们卖肥料做肥料不用证照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可能真的，所以没办法那个断绝。所以我才会说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谢主妇联盟自己的一直在监测这个硝酸太大。你说那个是农委会应该要从这个卖肥料跟这个肥料管控这边要去做着手，包括一些观念的宣导，但是该做的这些年都没有做吗？应该有做，但是呢，台湾话哈，就是讲农民哈，拍假和平，拍假和平，真的真的讲出来很得罪人。但是呢，很多都这样子，明明就像我们以前做实验哈、嗯，明明就给他说我这一颗高丽菜，我就施这样子5克的肥料，它产量就比他施100克的还好，但是呢，他就说他。不是那么多，他睡不着，啊，
不是那么多。所以您觉得是说，在您过去在跟农民接触的过程里面，你也发现说，在一些观念的个推广跟改变上面是困难的，是这样吗？对，因为就像我讲的，因为很多地方卖肥料农药的人，他没有必要说受到这种严格的训练，因为卖肥料的公要比这教授的可信度更加管得到啊。他们是不是、啊、他们是地区的人啊，天天在那里泡茶聊天啊。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坦白讲，卫生署爱负一寡责任吼，我甲卫生署讲寡话啦。哦，因为伫卫生署的立场来讲吼，你物件吼无上到市场来吼，是不是？不是伊的迄落管理的权责对啦。但是民众吃到肚子里面，吃这个动作就属于卫生署在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层级，种跟买还属于这个种跟买，它还属于农委会。但是你吃到肚子里头去，就是卫生署该负责。那卫生署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个标准，或是大家提醒说，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你该怎么吃、啊？那因为目前大概都是显示，就是因为它流行，一般政府在定一个标准啊，它要参考流行病学，要参考实证医学。这不因为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啦，都有，所以目前大概政府在定的时候要参考先进国家嘛。目前大家知道，就欧盟比较定以外哈，其他的都比较少啦。所以基本上现在回归到一个量，其实我们在讲说销售的过量啊，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看市场哦，很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亚硝酸盐哦，我们放香肠是规定70个 ppm， 可是我们研究显示哈，它查起来是10到30个 ppm。其实我们厂商放的量是不够的，它很有趣哦，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会致癌，结果反而厂商放的很少，不那个量是不够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肉哈，比如说这些亚硝酸盐制品的这个肉，大概不能加胸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蔬菜是这一部分。所以呢，待会我们继续要回到南部开讲现场，可能很多人关心，好，但是我们前面有摆了很多新菜，很多人都说。啊，安尼我洗有清洁的好啊，我洗有清洁，只要把都应该无问题。很抱歉，可能有小那个硝酸盐这个问题，不是你注意一点强，一点洗的洗，一点洗掉，怎么洗，怎么测试，怎么吃到肚子里面才是安全的。待会继续回到南部开讲现场，我们要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1914年，台湾人录制的第一批唱片诞生，听留声机成了时髦的象征。当时日本在台湾设立一个留声机的唱片公司，所以他就找了一批台湾的，那其实客家的艺人，他们就在日本录了一批唱片。1933年，全台第一间冷气戏院在新竹落成，看电影早已不是新鲜事。这间是日本时代的娱乐馆，员工是台湾全省头一间有冷气，伊阵啊，拢1933年起的，迄阵我还阁细汉，袂晓。1960年代，岛上的舞蹈社林立，是个不折不扣的跳舞时代。大概在我们中学、高中的时代，那电视也还没有非常的风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舞蹈社。10月3号起，百年民与国，带您一同来重温台湾的百年摩登。欢迎继续到台湾南部来开讲现场。咱知影讲吼，这硝酸盐面诶肉片卖食较济，但是想袂到讲吼，咱人的身体80%在被硝酸盐的这个物件拢是对这蔬菜来的，而且这蔬菜有很多都是因为叶菜类啊。好，我们前面吼，在我们这个来宾的前面有摆了很多的个叶菜类。那个老师，你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刘先生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叶菜类它其实是那个硝酸盐它含量是比较高的？好，各位观众好。我们通常植物它需要硝酸盐，那除了说它需要的养分以外，最主要它是支撑作用，所以呢通常哈、太细的，然后呢种的太密的那种呢，它的硝酸盐就比较多，因为呢它需要这个膨压。好、那我们一般如果说它硝酸太淡，适当的植物的话哈、它的叶片哈、比如说你摸它的那个叶片哈、它是有一点厚度，那个软软的，那更好的话呢，它上面呢有一层粉，哦，有一层粉。那像那种的话呢，它就是健康的。那它的那个硝酸太氮的含量是正常的，它植物本身需要啊、那就像这两个
这两个同样白菜，这样照起来好像看不出什么差异哈。那其实呢，用手摸这边就它就比较厚，所以呢，硝酸带氮测起来它的值就比较低。那这边呢，这个呢，你看叶片特别大，然后摸起来很薄，好、哦，那这个呢，它的硝酸带氮就会比较多。意思就是说，它的肥料撒的比较多，也可以这么讲。意思就是讲吼，你买这個、哦，刚才老师你个客气哈，老师你个客气，因为你提是这个小白菜啦哈，小白菜的意思就是讲吼，摸那些小白菜皮啊，摸起还薄的，就是伊肥料坑较侪，是这個意思吗？坑伤侪，够肥料坑就侪，所以看伊的这皮啊摸起就伤过薄。所以这是提醒乡亲，你去菜市买菜的时阵，会当安尼小感触一下吗？我问一下黄教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坐得近哈，这个伊讲这较健康的看起来足歹看，啊伊讲这较歹的看起来足水哈，啊咁大部分拢是水的，或者可能肥料太多，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蛋大部分支撑这个它的重量嘛。啊、有的人说啊，拢食鱼啊，无较健康，都无食较济，啊，你唔是做浪费，啊，所以这下骹这部分是食较少的，是根茎，因为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叶菜类，因为我们觉得说叶菜类了不起就是小白菜嘛，小白菜嘛，哈，啊，迄个诶白莲啊嘛，哈，啊个硬菜嘛，硬菜嘛，个些青江藤西亚菜嘛，哈，青江菜就藤西亚菜，好，番薯叶，嘿，等下，先回答，对。好、哦，那些就是一般这些叶菜类，像黄豆这些，迄个氮肥不一定要用伤侪，太用伤侪，硝酸盐伤过管了，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子。好、哦，所以我补充一下哈、哦，就是说，其实这个生物植物它有一个生长期，那叫做生殖生长。那这个植物呢，就是在开花之前，开花之前，它是。已经就是它已经成长成熟了，叫做完熟，完全成熟叫完熟。那在完熟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太会去吸氮了。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去采收它，它的营养够。然后刚刚呢，那个黄教授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也就大皮就碎，因为椰氮和黑就贼，所以伊大了就紧。啊，咱那边会完熟已经，那爱有一个成长要慢慢的，要有等待嘛。我们就是等待是一种学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等待。那等待的话，就等待它营养最好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氮、那个硝酸盐是最低的时候，那我们来吃它才是好的。啊，各位观众啊，他对啊，一个咱主任哈，我讲这较歹，但是哈，咱那个看伊这个切痕，甲这边的切痕，就代表因为伊这冰轨坑固，所以哈，一坑固了，才会黄化。因为哈，伫这个一刮开了哈，伊嘛是继续咧生长，好啊，它在生长的时候，它就会从外叶的养分转到内部，所以呢就看起来，啊，看起来就比较丑，好，那你如果说都是新鲜的话，它如果是那个氮肥适当的话，你看起来就很有精神。所以两个条件不一样就对了。对，这个不新鲜，这个新鲜呢。对啊，所以这个因为它，你哈、哦，我们可以看哈、哦，它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啊、哦，我们有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就是现场哈、哦，去看它的那个质感哈、哦。那比如说像一些瓜果类哈、哦，瓜果类呢，基本上健康的话，它会有果粉。那个粉状啊，就像那个我们讲美女哈、哦、擦粉一样，那真的非常漂亮，哈、嗯哦。所以呢，就像各位，如果说你有吃啊，买的时爱买顶管有那亲像瓦粉的安尼的掉。对。好，嘿。那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说，在一个蔬菜这个调配上面，因为一般都说绿色蔬菜好，那可能大家很多观念，你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大家说哈，这它有硝酸盐，但是我们怎么要给一些民众有一些正确吃的观念？比如说这个蔬菜如何去做一些多元的配置？李主任，好，那这个因为卫生署是天天蔬果579嘛，就是说成人希望是9份，那、你协同至少要5份嘛，哈、哦，那大家如果担心就是说啊，这个蔬菜哈，因为叶菜类的东西啊，如果硝酸含量太高啊，其实它是有一些诀窍啊，譬如说我们5份的蔬果来讲，哎，水果就占2份了嘛，那其他3份如果从蔬菜来讲，哎，你就集中在
那个比较高危险，说哦，这个比如说波特是高危险群的，哎，你就选一份就好。啊，其他两份呢，你就选那个根茎类的，啊，像红萝卜啊，啊这类。那另外是瓜果类的，像那什么黄那个番茄，哦，那个大黄瓜这一类的哦，因为植物哈成熟到那个果实的时候，它含硝酸盐就比较少。好，按这样配起来的时候，它虽然比较高危选择量比较少，那这样又均衡，然后整个哈配置起来又符合这个，好，这样就是比较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选择，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大家在一个，比如说在煮菜的时候，煮菜买菜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全部都是叶菜类哈。比如说今天晚上吃的，不要全部都是叶菜类哦。大家有一些差别，就是比如说有可以做一个五味式花菜嘛哈，啊，来个硬菜，花菜加硬菜，然后再加一点别的，就是这样。好，那另外呢，今天那个刘监事呢，待会儿也要来教我们说，其实或许你如果担心这个硝酸盐的问题，担心硝酸盐吃太多的话，其实有一些检测哦。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 VCR 来教我们怎么检测这个蔬菜里的硝酸盐。把试纸放入，等一分钟，答案马上就会揭晓。猜猜看，我们要测的是什么？所以它是介在50到100中间，还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现代人追求健康，很多人都会注意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但很少有人察觉到在施作过多氮肥的土壤里存在着硝酸盐，吃多的会对人体有害。是很少人会去注意到说，其实我们蔬菜是用太多氮肥的话，它可能会累积很多硝酸盐。主妇联盟的生活消费合作社很早就关注硝酸盐的问题，要求生产者降低硝酸盐后才能够上架。他们从食物的源头开始严格的把关，希望从消费端要求生产者对环境友善，生产对消费者健康的产品。这个开始我们去思考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生产者，希望他用我们想要的方式栽种或者生产，所以我们发起了共同购买。我们从这样的切入点去知道环境的问题，如果没有健康安全的环境，我们能绝对没有可能得到安全的食物。这一群妈妈们透过共同购买的力量，让消费也能实践对环境的关怀，也让农民能共同参与守护环境，也守护消费者的健康。好，我们要看那个刘监事，你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像你们平常如果说，因为你们都是这样规配备来，然后用机器做检测，那一般的这个家庭主妇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做检测，但是可以在家里怎么做？比如说我现在这一把菜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煮的菜，那就我们把这个菜呢，就把它切，就是横切，然后我现在因为没有刀子，所以我就用折的哈，要这一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盘子，就把它混合以后，然后从这里边抓出50克出来。好，从这里边就很均匀的抓出50克，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果汁机里面，那我就抓一点。那个需要加水吗？还是直接要加水？好，来，所以50克，那50克，然后这个水要加950克，所以把50克的青菜加950克的这个水，就是到1公升左右。那因为我们这个果汁机比较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哈。等一下我们再做那个融合在一起。很棒，这样可以吗？打碎就可以，打碎就可以了。好，是不是要用特别的试纸？对，哎，重点是，比如说，一般民众他们要去哪里买这个试纸才可以来试得出来供出来？就是这个，嘿，试纸。然后先我把它倒进去，因为要量这个太阳，然后把刚刚的950克全部倒进去，好，然后呢，这个试纸打开。监事，我们要你一边弄，我们一边问，就是说，好这个一般民众要去试纸，要去哪里买？是药局吗？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一般应该是化工材料行有，那我们合作社有买。那这里边有两个，第一个是来监测我们的硝酸盐，然后上面这个是土壤的，然后就是这个已经均匀以后，我们在里面就是应该先把那个泡沫，
就是把泡沫弄掉，泡沫拿掉，对对，然后进去大概两秒钟，好，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个水呢水干，然后记一分钟，帮我记一分钟。哦，帮你记一分钟，好。那我们一边问，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家庭主妇要来测说家里买的叶菜类有没有含过量的这个硝酸盐，好，那可能就是爱五节亲啊吗？哎，要有一个秤哦，好，家里要有一个亲啊。然后这是一个比对，好，那个这个比对一看，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比对出来，它是，哎，黄教授你看一下，一分钟到了吗？还没到，还有几十秒，所以我们可以先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超过标准的，超过你们设定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就会变色嘛，对不对？变色的话，表示说那一把青菜是要特别洗，还是不要吃了？其实洗是因为它硝酸已经吸到那个叶包里面，所以洗基本上洗比较没有办法，用烫青菜的方式，那水不要喝。哦，嘿，就吃那个菜的部分，那可以小久一点。好，已经一分钟了，煮久一点，煮久一点，可是也营养也消失了，所以真是好为难哦。你看这么做这么做，好为难哦。对对，嘿，一分钟到吗？嘿，到了。好，那小，看比对一下，它大概到多少？哇塞！来转过来好不好？那个颜色转过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好，可以看在250到500这中间。250到500之间，250到500是还是这个要乘20倍，乘20倍，那表示说我们刚才您丢过去的那一把，那一把小白菜，比较漂亮的那一把，比较漂亮的那一把，250的5000，所以500 ppm 了，快接近250了，好，所以它的那个硝酸盐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它已经快接近500，所以它含量是蛮高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就讲了，它就是一个什么叶片很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过多的一个象征。那所以呢，你如果去买，能够用这样判断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再称？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也应该，但是换言之，这应该要从源头开始做起，源头从种的这个人那边，他种出对的东西来，我们大概就可以买到对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你说大概请举工出来，别人要随时弄试纸，然后还要个嘎这样子胖。我是觉得做事要有效率了哈。刚才黄教授讲说上面喝品拍嘎哈，那我没有什么意思，我是觉得说我们医生要卫教病人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我们都希望找一个很有效率的卫教的方式。那像这个的话，我就想说一个试纸要多少钱？忘记了耶，因为这个的话，我可能要搞缸嘛，不可能说讲的就是搞缸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叫制度面嘛，哈，就是说黄教授做个卫教农民嘛，哈，所有的农民都很让我们制度性，所以就是刚才我是在说，刚才因为有讲到卫生署，就为什么被打了一个闷棍，要替卫生署讲话，就他的食品管理局可能经费不是很够，好，那所以像塑化剂可能大家都吃了很多很久了，那是不是农委会是好效率不好？还是说也是经费不够，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们国家总是很多事情哦，爱靠有效率，所以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是不是说我上面哄唤哦，我唔能等下买来等下个等下怕来怕去？对对，我们讲的就是说从源头就是种出一个对的东西，然后以至于大家可以买对的东西。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节目继续往下走，就是说在这样子大概讲诶，先搞刚诶稳得了，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啊，采买回来啊！你也无，你也隔壁一定爱用一个氢啊，搁爱加一个，搁爱用一个试纸，安尼哦，倒是讲真正是做搞工。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在一些清洗的办法，有没有办法说可以把它洗干净？那有的人说啊，我的最棒的老啊，一直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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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会把有些东西抽掉吧？这是自我，到底那是真的有效还是一个自我安慰？我们先来看一段，必须啊。
到这个画面，就是示范三种洗菜的方式，是不是这三种洗菜的方式哪一种是对的，或者说三种其实都错的，没有办法把这个硝酸盐洗得比较干净或洗得比较少？一个是很快的穷枪啊，穷穷哎，那另外一个是禁盐巴。我们台湾很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妈也会把那个菜都禁盐巴，讲浸一点钟应该的卡不下米会。那另外一个讲，啊，不然一片一片洗，好，一片一片洗，应该可以洗得比较干净一点。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三种方式真的可以洗掉硝酸盐吗？可以吗？我想哈，或是洗得比较少。一般这种洗，就像刚才那个。刘小姐也讲了哈，硝酸盐是在组织里面，这样洗是洗不掉的，这样呢是洗灰尘，还有呢洗什么喷的水溶性的农药，它包括那个所谓系统性农药也没办法洗，油溶性的农药也没办法洗，所以这是洗心生的吗？但是洗就是把灰尘洗掉啊，或者说一些如果有污染到不好的微生物也洗掉啊。那但是呢，对于大家所现在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很担心的这个硝酸盐来讲，到底有没有效呢？有没有办法洗掉呢？他那个研究显示说，最好是用流动的水来洗的。好像蔬果用盐巴洗都已经证实说没有效了，而且是你吃那个盐巴哈，反而制造高血压的问题。好啊，但是相信啊，有听到哈，李主任说哈，不要用盐巴洗这个蔬菜，反而会有盐巴残留，吃了更多的钠。啊，流动水洗是目前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是它的洗的效果没那么好，显示大概就是大概10%左右而已啦。10%左右啊，所以相对你用水煮的话，研究可以，他说哎，它去掉比较多，最多可以去掉70%。但是你就是菜汤不要喝了，像你吃火锅的时候留到那个蔬菜汤的高汤的底，那就不要喝了。那另外一个诀窍就是说，你如果只吃叶菜类哈，那个梗哦，因为梗的硝酸盐比较高，你吃叶菜类哈，那它还可以减掉30%，所以这个几个加起来就也减了不少了哈。所以我们做一点，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做一点整理，就是说。可能我们刚才是丽西亚看的那几个洗菜的方式可能都不管用。对不起，我看资料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说，哎，用那个现在不是有那种蔬果的洗洁精吗？蔬果洗洁精那个，哎，有泡泡的那种蔬果洗洁精的，好，蔬果洗洁精呢 啊然后泡一泡浸一浸啊，然后再用水冲掉，请问那个有没有效？硝酸盐是没有效，硝酸盐一样没有效。所以面对硝酸盐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用开水煮吗？是这么解释吗？就是水煮，汤尽量少喝。好，水煮汤尽量少喝，所以这些菜都不能拿来用炒的了，因为一般很多都会擦白莲啊，擦硬菜啊，你在外面吃饭吃的，今日蔬菜很多都是硬菜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误导观众哈，就是李主任是讲蔬菜很好嘛，酒蔬果，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有一个认证的地方嘛哈，例如说今天就说啊，植物联盟每个地方都成立一个示范商店呐，然后它都有认证啊，那如果大家都像这样子去认证以后，安乐的卡赫啊，理论上是应该国家让我们去买一个健康的蔬菜，不是叫大家怕来怕去都不吃，这样也不健康。对，其实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源头的问题。对对，好，这个蔬菜的源头，它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蔬菜，我们当然就可以吃得健康。但是呢，在这些还没有开始之际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自行补救的办法？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蔬菜是用烫的，或者是那个金虾卡麦加，好加油卡加油啊呀，好。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些青，是有些青菜隔夜的菜是不是真的少吃？隔夜，我假不料，但是大家干嘛？然后包括去外面吃东西，大家都觉得要打包啊，要环保啊，不当偷贼啊。哎，那个是少吃，到实验室有显示，就是说你隔夜的放越久的哈，它变成亚硝酸盐的量就会越高了。所以当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啊，我们煮一餐的量就好，尽量新鲜嘛。你不新鲜，你东西吃隔夜的，对那个除了硝酸盐问题以外，食品卫生也是一个问题啊。特别隔夜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去吃饭，说啊包一点回去环保嘛。你包就要有技巧了，有一些比较高危险群的，你像香肠制剂的东西，它如果隔夜，它那个亚硝酸盐会更高，这种就尽量避免了。所以其实，在一些吃了料理上面，真的是说要注意这些事情，对不对？黄教授，
抱歉了，我不是代表那个农委会了哈。嗯。不过我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哈，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我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那刚才我为什么讲说那个卫生署要出来？最主要就是说，好，那硝酸根对人体到底是那个危害有多少？嗯。那这个是要医学的人去做。还有呢，硝酸根对人体有哪些用处？这里由他们来发布会更什么，更有这个所谓那个公权力。好，那因为呢，如果说像我所读到了，像英国，好，他们在民国1993年跟民国1999年的这些报道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益的。好，所以呢，观众如果说啊想要读这两篇文章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文章哈。那另外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英国也调查了哈，就是纯粹素食者，素食者就是都吃这些蔬菜吧，哈。那他们的那个每天的摄取的这个硝酸钛氮的量呢、啊，其实是远比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上限还低。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消费大众呢、啊、不必为了这个、啊、太恐慌，好，就是说其实是蛮安全的，除非说你真的就是说吃了很多，它那个真的是硝酸钛氮太多，然后呢你就吃了就以它为患，像这样吃的话可能就够量这样子。刘先生，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刚刚说我们那个李主任讲的，他说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硝酸比较低。那其实在如果是你自己种蔬菜的话，阴天或者是雨天不要摘菜来吃，因为没有太阳光的直射，所以呢没有透过光合作用，因为透过光合作用它是可以去掉一些硝酸盐的。哦，对，这个部分买菜的部分，那当然有很多人会提醒说你要注意是说你买的菜是这个清晨摘的，或者是说经过蒸日晒之后，那如果说简单的来讲，那我们应该要在早市里面买蔬菜，还是在黄昏市场买蔬菜比较好？对呀、啊，如果说按照 那就要看它是什么时候摘来的菜。我想这方面哈，比如说我们有做研究，然后也建议那个种蔬叶菜的那个朋友哈，你那个养分哈，就是少量多次。你施用的时候是早上施肥，那这样的话呢它马上就吸收利用，那晚上呢浇水，晚上浇水的时候让土壤里面的这些硝酸钛氮呢、啊、浓度比较低，那这样的话呢它晚上吸收的这个硝酸钛氮呢、啊、就比较少，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那你就比较容易通过我们主妇联盟的这个标准哈，因为主妇联盟真的是帮整个社会把关哈，我觉得还蛮好的。我要解释一下哈，我们为什么要买下午的哈？因为那个硝酸盐如果太阳照了，有植物会因为光合作用把硝酸盐转成氨基酸跟蛋白质啦，这样就可以减少，所以你尽量日照充足的时候会比较好。啊，所以一般讲说啊，有些有机蔬菜它在温室培养的，它可能因为日照少。会高一点，啊，可是这个民众在消费者在买这东西很有困扰啊。我去菜市场跟他讲说，我要买那个晴天出产的，下午出产的，这个还要买菜还要看身份证，啊，这个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对，像也有一些人说，比如说，就说你要买那种在一般的田地种的，少买这个温室的，甚至要少买水耕的。但是其实到了菜市场的时候，你怎么去分得出来这个菜贩恐怕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吧？我想哈，我们要澄清啊，所有的硝酸钛氮会累积太高，是因为它管理不良。所以呢，不见得说温室的就硝酸钛氮会比较高，这个哈一定要澄清哈，不然会害到那个做温室那个的这个农民哈，这个一定要澄清哈。嘿，所以其实是说，我们其实谈来谈去呢，我们都要谈到一个源头。所以呢，其实，在政府是不是可以再定到一些更完善的一个机制，让我们买到一些真的是新鲜又营养的蔬菜？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南部来看，让人很丢继续来讨论。
首批来台湾念大学与研究所的陆生九月正式报到，新的生活，新的学习，他们为什么想来台湾念书，又怀着什么期待？陆生有没有排挤到台生的资源？不能打工，没有奖学金的三线六部又会出现什么效应？9月26号起，每晚8点，请锁定公视晚间新闻《陆生来了》系列报道。芝荣在3岁出了一个车祸，但是他会画一些图，我就带他出去外面啊，摸树皮啊，骑单车等等这些素材，他借由我教他的一些基础理论，他结合起来表现在画布上面，到今天行为还有记忆慢慢有一点点恢复的状况。在地发生的新闻都在 PEPPO 公民新闻平台。欢迎继续到台湾南部来开讲现场。咱即马要食即个哦青菜片啊，真正是食了对咱身体有健康，卖甲伤济即硝酸盐食入去巴肚吼。我们是说要来看一下，说我们真的是说，刚才也一直在讲，主妇联盟其实他们长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哦。那就是对于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到底这个硝酸盐含硝酸盐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他们其实有一些的建议，比如说要赶快的制定这个蔬菜硝酸盐的含量的一个规范。现在大概就欧盟有，好，那有机蔬菜呢，是不是应该接，增加一些低硝酸盐的验证，来保护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然后要定期抽验市场啊市售的这个蔬菜硝酸盐的含量，同时要公布检验的结果，同时呢要。也要设立相关的一个监测环境跟检验的风险研究，而且要加强辅导农民有一些正确的一个施肥的观念。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过去主妇联盟在做这些施作，包括跟农民订契约的时候，你们在推这个观念的时候，有没有撞击到农民他们长期以来的这些观念？还是有，因为他们从惯性农法，然后要转成这样的方式去种植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些专员呢，他有特别去指导他，从水跟土里边，然后去做一个检验。那检验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农民现在已经会常常去检验他的土壤的营养够不够，他们可以去检验，然后他们水里边有没有含有硝酸盐，因为其实我们做硝酸盐。共开始硝酸盐不是毒药啦，那但就是刚黄教授讲，不是毒药，但是袂当食，袂当食伤济，对对对，啊，就是讲咱主持人讲的，就是讲爱为源头吼去做一个管控，啊，就是讲咱种的人吼一定爱注意，就是讲吼咱的土壤，其实硝酸盐过高的时候，氮那个肥料用的太多氮肥的话，那整个土壤污染了，然后呢地下水污染了，那这个地下水一污染，还是影响到我们的饮水。所以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去请这些农友开始种的时候，当然也碰到很多难题，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标准，所以常常被我们退货这样。那我们在说，比如说政府对于这食品加工业，它有定这个硝酸盐的标准，为什么这在这个蔬菜上面这么难推行？那为什么定不出来呢？那农委会对于这些部分它可以做一点什么事吧？比如说，可不可以结合吉原谱之类的啦，做一点定定一点标准呢？黄教授，我想哈，我们检测倒不如像刚才几位那个来宾还有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从源头做起。那其实呢，这我们台湾哈，整个土壤早就已经都有做土壤调查，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哪里的土壤它回力怎么样。那我们也已经都知道这个植物呢，它到底需要量多少，所以呢，大家农民如果能够配合这样的好好的这种合理化思维的话，其实就可以省掉大家的烦恼，哦。那只是说，因为现在农委会的系统禁用了这个土壤的人的确是太少了，所以呢，才没办法说很到处可以很合理的告诉农民，哦，这个其实。人也是一个问题啊，那监会的问题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政府的问题，我们也没办法啊解决了哈。您说您的意思是说，其实政府部门里面真的对土壤跟对于农作物它的一个相关关系了解透彻，并且可以去执行宣导的人不够，或者是说在这个观念的连接上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这么讲，
哦，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一方面其实等于说这一方面农委会还可以再去加强就对了。我们希望你们希望好，其实啊，那个王医师，我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实在是太复杂了，对，所以可能就是一方面农民的交易可能要黄教授多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的东西出来了，如果主联们可以做一个把关，甚至说有多一点人把关，那会好一点。那消费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做的，因为这些我们都不能做了，交易农民那些我们都不能。我觉得消费者可以做的就是说，第一，我们还是觉得说，硝酸盐跟亚硝酸胺不一样，那亚硝酸胺就是会中毒嘛，会致癌嘛，对，好、哦，那所以亚硝酸胺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热狗啦、火鬼啦、培根啦，好、那些东西你就不要跟养乐多、优酪乳啦、秋刀鱼啦、鱿鱼那些一起吃，那容易产生、这个还是很重要了、那其实就是硝酸盐的部分，我是觉得说。公共电视台可能就是它的网站要把今天的内容整理好，好、而且的 A4 大家可以下载。那第一就是说啊，我们就是要吃下午栽种的，不要那个很嫩的，要成熟的，嫩的可能硝酸盐多哦、然后有些菜像说青江菜啦、莲菜啦、菜大那个好彩头那个萝卜啦、那些如果多的话，就像刚才李主任讲的，你只要夹个贼，其他就要吃少一点，甚至说我今天吃香肠呢，那这些东西就不要吃。等于说好、还是吃少一点，对，煮的人自己就要配菜、要稍微有一个概念。那另外火锅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大家都很喜欢吃火锅，冬天快到了耶，就喜欢讲姜窝啊、那火锅的汤里面就我本来以为尿酸很多，现在才知道说硝酸很多，硝酸甚至有人统计说过后一假假一啊吼，现在汤假假那个汤的量是菜的三倍四倍就是说哦熊不要疼熊喝假，所以有一些知识可能就是说这些知识公共电视台要稍微教导一下所以咱在煮的时候有一个诀窍啦吼，咱拢知影讲，这个亚硝酸盐要变成亚硝胺，这个有致癌物件，伊中这个环节吼，真重要一个预防的物件叫维他命 C。所以咱若食较新鲜的，你讲在调理的时阵哦，啊，你放一挂蒜泥、葱姜、辣椒，哦，啊，再放这个柠檬，吼，维他命 C 较侪吼，这调调的做伙哦，这物件食起来啊，你虽然讲有这危险，但是伊就降低代谢。这是解药吗？这也是可以参考解药。这是一个解药吗？对啊，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些菜里面呢，其实可以都加上一些蒜泥，蒜泥跟这个葱姜、辣椒这些，柠檬，是。核灾震撼全球，各地掀起反核浪潮，新建十二年却问题不断的核四，未来如何继续？做不好，我们宁愿重做，很可能现在提供对他最有利。核四真的改善了，这个政府不认为有问题。问题的产生不代表核四就一定要停工。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晚间十点，公视十三频道我们的岛为您播出。核四，你好吗？百年人物，谁能让你一眼认出？百年谜语国，请你来寻人。即日起至十月十二日，请上百年谜语国官网参加百年寻人趣活动。寻找图画中你认得的哪一位名人，就有机会获得舒压按摩衣。百年谜语国，您不能缺席的百年记忆。陈生怎样代言？陈生制作人在卡等的登记能力多倍。奇怪，伊国语也无好，啊，台语袂晓，还是要讲什么语？所以叫做台湾国语啊。每礼拜日暗时九点，公共电视台湾台湾一百年。你方便不？小弟很喜欢 bra bra。发现我五天没有便便。刚刚在化妆间是跟我讲七天呐、七天。盐酥鸡阿妈，我会烧烤，烤肉烤会大肠，烤个焦焦就是。